passiontimes.hk。成口烟遮不少很放任，进入了黄街，态度唔同晒，成为了唔见得光嘅犯人。喺香港烟民惨过难民，狂系金加烟税先过分。告别了黄街，个世界朦胧晒，又系垃圾塞满通街，见怪不怪。我有不计，后楼梯转各位，两件空烟不排放我正契弟，1500口烟好贵，叫我戒烟唯一原因叫经济。喺香港烟民都变难民，食口烟遮不算很放任，进入了黄街，态度唔同晒，成为了唔见得光嘅犯人。喺香港烟民惨过难民。狂系金加烟税先过分，告别了黄街，个世界冇咁晒，又系垃圾塞满通街，见怪不怪。进入了黄街，心中力行快，吹翻飞烟替我开解，瞬间搞掂。身同感受嘅，好撚慘嘅做煙民，係啊！我試過喺日本，我試過喺日本，我又唔撚知地，即係唔撚知訂啊！要街度食煙喺大阪，控煙辦，日本控煙辦都遇過啊！我咁點啊？離遠見得到我啊！三個好似我哋而家三個人離遠到就好似指住雙傑，即係再遠啲啊！哦，咁樣啫喺條街度，跟住攞個好似死文連嗰啲籌款箱，就恐擁埋嚟，咁佢個有冇中文嘅，我記得日文同英文，大概意思就係話我喺唔應該食煙嘅地方食煙，就要罰錢。係啊，嗰條街唔俾食㗎，大阪。我試過，不過我試過偷雞食，又冇嘢。我都有偷雞食啊，但係嗰次斷正啫嘛。跟住唔知罰咗唔知唔記得千幾英定二千幾英定啊唔記得咗啦，好耐啦。即係好閒嘅啫。閒錢嚟嘅，咁但係你喺條街度俾三個入邊哦，係三個一齊咁樣喎。哦，我以為睇日劇先有嘅，你明唔明啊？現實生活原來真係有㗎，屌你老味！咁即係佢都知你係，如果你係大陸人嚟㗎啦。我唔知佢知唔知我咩人，總之知道我唔係講日文嘅人，跟住就懟個箱出嚟。即係佢嗰下哦，就話咩嚟哦？世界係啊！我有講過啊，我喺其他節目有講過㗎，唔記得邊個節目啦。總之我有喺節目講過，所以身同感受，香港做煙民真係好撚慘。爭在冇攞個雞吹嘛，去求證咁樣塔鳩你。咁就未免會嚇人啦！我真係會逃跑啊！屌你老味，我真會兩隊速龍走出嚟。仲要係兩個一齊衰喎，同我女朋友一齊衰喎，唔係衰一個喎，衰孖粉啊，成二喎。唉，嗰次肉撚赤啊，咁樣慘過難民啦，慘過難民啦，要走難咁啊，唉。关圣帝君，绝世武功威震华夏，谁与
正七军搭石头千里潇洒，关胜帝君正气盖天中勇勇志，忍得笑四海全世道义两字，让你平生不作鬼心事，丹心一片自会有天知，让你作恶多端假情假意，日花夜大绝无意义。看门官春秋，日月表忠义，关公武圣正尽经济的分事，严斩刀灰罪有为官忠义，收起刀法火部总得会前事，大智暗山村乾坤正义。睇完节目记得 like、 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。收睇最强频道，订阅热血时报。